哥，有个卖柴柜的，你要不要？哎，你过来看看，合适的看我要个，我采购一下。没儿嘞。那买过我的柜呀、啊？我一看，我一看那叫房，我。小哥，我的小哥，那你的柜子吧？你要小哥你的柜子，一会儿叫那柜门给我整整。那柜。要那那铁皮柜吧？光那门儿不好。大衣柜。那我也去的。后天我看到铁皮儿再说。啊，这样的铁柜啊。这铝合金的，你看，我带十要卖完的。哎、嗯，上好了。十要给。好看。这上有花型啊？那基本上都是蓝灰，有格灰。花型啊？花型。你那走廊上一放。我那走廊上。我那俺那点儿有，俺那点儿有。我说我没有，给好像是放新进那屋里，俺娘叫上去，懂不懂？都两种，五种的我会卖真行。咦，你看我那工资。你卖多少个也不着呀？着不着我卖东西不会带这药。这门儿这不脱水。那好弄，这。中啊这！你还拉牛？这咋叫？这不中啊？那你咋？这咋叫个呢？你给我弄大了。这你这样不中呢？你咋？这是啥？这是玻璃、啊。玻璃上贴的画、啊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有了，又回这边了。我拿一百五。一百五啊这！那柜子。不着了，我搁网上给你买。别开玩。对。别不着，接着呗。哎。那压着柜子中了，中不中？你说中不中？你家别在这给我藏猫，你藏猫你叫猫。中不中？老邓，那吓唬他还？我床头柜子都开个锅了。那肯定，那压着柜子中不中？啊？中啊？藏猫不藏？藏。你给我藏烂了咋弄啊？藏烂了。咱买个，哎，厂长，咱买个，咱买个新的，你说。咱买个新的。哎。哦，咱买个新的，还长毛。哎，咱买新的还长毛，还长毛。嗯。我再涨十块，你再骂十块，中不中？130块钱，知道吗？这赚你5块钱。就真的，你赚多少俺也不着。你到那张盘店那有，你到那一问，看啥价就说了。要妞俩开房上。哎，就抬我脚的脚啊！你抬这脚，哎，你抬这脚，你抬这脚。哎，对了，给我做手脚吧。走吧，来吧，手脚吧。让你给你姐给我床上那俩的便宜。快起子。我是大门，别呀，我拿着。哎，叫俺那柜子给俺收拾收拾。给家也肯定。这儿还有个院儿呢，俩院儿。我这儿再给了，不会给人家太脏。我给你整弄了。你咋这么别扯了？你看出那钥匙多少吊？别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俺那个太脏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十回啊。啊。圆着了。嘿嘿，圆着了。哦。千万东西，这些东西你别在网上买。哦。网上买，我跟你说多种因素。看到你心情了不？网上买你也放不好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方面的，它是一堆泥，你也没摆上。一个再丢不起。那这人也是方便，你想咋买回不合适就去。门掉了，还是没卡嘞，还没卡嘞，老师。你不能卡嘞。你看条还掉。哦，掉下来，掉了。还不掉，不掉。你照多少个年龄？不照呀，俺要照了，啥子都死嘞。这应该是可是可活着。可我是你上这压东西太多了。哦，东西边上装的东西太多了。嗯。贵了一个。对。我在边上的东西再拿起来。这边的东西拿了就光。那你放轻东西吧。我往里头放也不碍事，往里头放。那弄就给我就走。走。这没地儿，没地儿。走吧。先回来看看，叫个干脏点儿，我们先放。Thank you.
这儿有没有司令的这个？这老师，这老师。反正马上说，你要搁个人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月都穿三八三九，你看。张鑫儿子，你看咱嫂，我不想咱嫂开单。咱嫂跟咱仨的角都一样大，还是。这老了不收徒了，就跟那生活连球都穿。这都跑到司令上了。哎，小一点都不对，比这些都是特弱特弱。给你试一下司令。还是我穿的中不中啊？你试试，有那线根儿，它走着不死的吗？是吧？然后线都要一试，叫我就穿高跟儿了，指指你的背。指指我的背。是是是。高跟儿指背哟。哎呀，要个低的吧，你给他找个桌子，那他弄完还穿上不中。不穿不中。他穿上不中啊。说我现在是买这线还是买那？你咋穿那个中间的多？说，买个中间。我先。俺那手指着桌上穿上。有这些不？走走看看咋样？这些都是的话，这些。我还有牛仔裤，还有牛仔裤。牛仔裤也管咋呀？天，那我真的到二村了，又给你。你不愿意，我是到这都给你一把，我都哭出了。五八几杠一，五八几杠五杠一吧。嗯，五八几杠一。你要配多裤子，穿着。好看，你试试，你试试叫我看。那个三八，那个三九的吧。他妈的脚比我的脚看着儿子就跟，哦，这是小明下午说这是个为什么呢？你干多少？干啥呀？我不知道，干啥呀？你试试，你试试，看看有没有三九的，我拿个三九的。先稍等会儿啊。好。他妈的脚比我的脚宽。那你穿上不夹了松了，他都不会。就比如你坐桌上试试，穿上的，这个是三八的，为啥不是一双？不要穿啊！你试试看那个有司令的啊！你穿的像一样，像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穿的像老样。为啥一双高一双不一样？我能穿吗？我看你穿上不穿。我穿上你要是得看。这儿，他就是这儿宽，你走的大小的，你穿上走走，你穿上你就看穿。来，叫我跟着妈试试吧。对，三九的你试试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走着稳当了，那妈走着更稳当，蹦都没事儿。哎呀！三九的，三九的我也搁里头了，我们这是车上拉着给那先。八折，八折，打八折。哎，看看开，不得可薄了不？主要这种我是脚是，这个不瘦。他脚上的线是一百几两。他脚上的是179还是179？我看看。你看，好像是179。没有价钱。试试穿上多少？你去了，你去了。八折多少？婆母娘给你试的。一会儿，一会儿好了，一会儿啥样中不中？俺试试。我搁亲家婆试试，敢中不中？啥线线？我都给你装起来。你要搞，你要提前多少多少？可以吧？只要走着，走着稳当，脚都中。你他妈脚小，他妈脚小，我是走着看稳当不稳当，你这根儿稳当。可以，我走着。稳当，稳当。我穿上大小是中，这会儿我脚怕。买个高跟。这手，加个鞋套儿穿得意吗？不要。咦，疯都没事呀。中中中，要着吧？走走走，你干啥去？我是怕不稳当了。哎，反正嘛，我这鞋都不得劲。是吧？哥，你买一双呗，你试着。你试着。哎，你试着哪呀？你试着呗。你穿多点儿的，做点三八的。你在哪一双？那这个是短门的。你不就是这样子穿的好。这穿条条了。多好看。你看着可好看了，三六两，看上都看你有多事儿，三六，看你哪个多事儿，别说了，这这你去年还是买了一对这儿，这个还有的说，我跟你说，该拿出来穿了。娘找你，娘找你买的，你瞅瞅看。也好看，我想找个合适的。有一对，我前两天不是买了一对，买了一对。